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我们目前在台南拍影片，没想到收到如此之好的消息，我们真的是兴奋不已，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因此，今天我们特地拍这样的影片来感谢各位的支持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为了纪念订阅人数10000人，我们想要拍一个 Q&A 的特辑，所以如果大家像波尼或者英俊有疑问的话，尽管留言在下面，波尼和英俊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分享又有趣又开心的影片，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们，至100000人、100万人、1000万人，好吗？我们再一次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。